流动，去远方追求幸福，自由而果敢，似乎是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可如果有人只是在此守候，没有那么多现代与华丽的色彩，能否就轻易地判定他少了点梦想呢？我们的故事或许恰好能回答这个问题。峨眉金顶，云海翻腾，游人如织。每年数百万前来饱览峨眉山风景的游客们，海拔3079米的峨眉金顶是必到之处。然而随着前程的朝觐，一起到来的是金顶悬崖峭壁一侧日益增多的垃圾。2001年开始，原本担任景区环卫工的彭文才接到了一个新任务，个子不高，体型瘦弱的他被委以重任清理峨眉金顶一处悬崖上的垃圾。这悬崖名叫舍身崖。当时先我上一课啊，寒风西下岸，我想是走一起以后，那个绳子嘛，全部都绑在身上。我看走一下以后，看到下面都是一片瓜岸嘛，那主要心里头也是挺吓的。彭文才舍身捡垃圾，一干就是16年，这不是个轻松的活。7、8月旅游旺季的时候，每天都会在悬崖峭壁上清理出上百斤的垃圾。如果没有对这里的风景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或许彭文才也会像他这些年来不固定的搭档一样选择离开。走过的人也比较多，都有10多个嘛。他现在山上气候比较恶劣，都上来有很多都坚持不了，在上面最多一次有一个就跟我2个月也走了，说实在受不了山上，实在太恼火了，真的。这一天，彭文才又要迎接新搭档邓小刚的到来，他希望这个搭档能停留的久一点。好，我们这个经济管理站，我们都住在这儿。好嘛，好，放你，我住在这边的，这个厂子我刚跟你离好了的哈。师傅还在洗心呢。这个是下降期，这个是，然后。这个是雄狮上升期，但是很好用的，这个是晓得吗？啊，快抓紧时间，三条体系输了过来，今天天气有点哈。嗯。这个今天上来比较适应啊。往里面走，往里面走。再些以后，哎，哦，你以后看到有过去的，一定要阻止，好吗？阻止他们，他们不要过去。老师傅过来，过来过来，不要往外面靠。这儿这个基因都是别来的，是这下降期这样子用的，看上去。作为悬崖边的老手，彭文才需要将安全知识倾囊相授，要留下来，首先要活下来。感觉呢？你看到主要心头怎么样？还在拍，是吧？这个就那这个可能这儿不是很悬，啥子的，而且可以。彭文才，1971年，他出生于景区内的黄湾乡，16岁便上到峨眉金顶来打工。成年之后，他去往大山外的世界，先后从事过焊工、电工等其他工种。可是家乡峨眉山的风景总令他怀念。峨眉山成功申请到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后，发展的步伐日益加快。那一年，彭文才选择了回家，从此便不再离开。你直接拖进了的啊，这不学不学？
心里面还是，我看着你比那个还是有点害怕的。啊，去啥子嘛？你想我当时下来的时候，跟你下我们第一次下来的时候，我从那边下来哈，那边更吓人。我说嘛，下了两三遍，就敢打头都不敢下，师傅喊你下。我觉得有点吓人哦。吓是有的，对，啊，甚至两级，别捏了哈，别捏，对了哈。哎，我还烦。看啊，你手些这样子哈，你要擦脚走的时候，你必须这样子放，你手要给他推一手，啊，把绳子松开，啊，这样子走过来。那只手哦，放远的，放在瓜子上去哦。好，来，我们准备擦爪子，手要捏在这儿，捏了你摸了，别捏了嘛。好。拿的。哎呦，今天我还给我心里好得很。好。那会儿跑家跑家跑斧子，我都没有多害怕我。真的现在，跑的现在虚的最近。慢慢子来嘛，这个不能肯定不能是急于求成噻，慢慢子习惯摸索都行了噻。走，然后手随时有可能要垮的，晓得不？嗯。先下去下来的时候必须得检查这些东西，往一路走一路检查。然后慢慢子下去，再放两杆来走，你看哪样对，晓得不？啊。走嘛，往上走。是，抬过来，抬过来，抬这儿，不要了，左手去，抬。上来还是比俺哥哥练俺一点。哦，你要不说呗？咋了？今天带你干上去说，你觉得怎么样？比我想象的要恼火的多会，今天压力比较大。他压力大吗？哎，看见站到别个看见那点好。高处不胜寒，初下悬崖便让邓小刚切上心头。彭文才有些焦虑。三个人起坏是点我的份，我基本上慢慢的适应哈。我当初也是一样的嘛，基本上说那干啥子活都是肯定是有困难的，晓得吗？习惯好就好了，晓得吗？明白吗？嗯。可如果说峨眉山上的彭文才或许还能用风景如画来说服新搭档留下，那么在湖南郴州的一个叫杨梅山镇的地方，名叫欧资平的这位水电站站长，靠什么将同事留在地下180米深处？毕竟那里没有如画的风景。杨梅山镇地处矿区，1982年，当地煤矿为了解决矿区和周边村民的生活用水问题，向地下河方向打巷道取水。打了6000米后，发现一条水量很大的阴河。1986年。遂筹建了一家水电站，于1988年投产。从此，这个小小的地下水电站便承担起周边10000多人生产生活的用水用电。30年来，煤矿停产，矿区变得荒凉，可水电站仍旧在默默运营。我们的工作地点就是这辆小电车由矿车改装而成。高约1米，长1.2米，只有猫腰才能进入。啊，我们现在电厂出发了啊！人坐在里面需要蜷缩着身体，在黑暗中行进6公里，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机房所在地。他本来这个掉掉了，我们居然才死了一点，晓得不？在底下空了吧，就把它塞好吧。
这就不关动了吧？你是有一个小石子，但是那个铁道上面也会引起吊轨。哦，这个轮子对，不要对，点轮子。一二。等会儿吃饭的话，还要从这个走一个下山。可这样的小电车，就是欧资平与他的同事们30年来进入他们工作环境的唯一方式。哎，你们开得蛮快嘛。水电站的机房里闷热难耐，如果五台机组同时运转，最高温度甚至可以达到45度。欧资平喜欢和同事们开玩笑说，来工作就是来免费桑拿。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区域及那个配电房，都跟在这一个地方，发电机、水电机全部到这里。现在是雨季嘛，都在工作的话，这个温度就会很高。下来吧，要明年再出去吧，要在这里面工作还是4-5个小时吧。持续工作了近30年的发电机组，如今早已锈迹斑斑。闷热嘈杂，交流靠吼，这些不便还可以接受。最难以忍受的也许是白天与黑夜在此时同时消失，因为没有白天，也就无所谓黑夜。为什么讲我们这个是地下银河水电站？这就是我们以前的银河啊，我们的那个发电的排水就从这里出来，这边是银河，这边是上游，这边是下游，这个桶子里面是我们所建的生活用水，就是讲我们没有用完的水就到这里。这里不缺水，但地下水矿物质含量过高，无法使用。从钟乳石渗出的水矿物质含量相对低些，但也只限于洗脸和淘米洗菜，平常喝水仍需要从外面带矿泉水进来。欧资平与他的同事们来了就不会当天返回，他们已经学会在地心的生活。每次值班，他们都会自己买了菜带进去做饭，生活、工作、休息被压缩到只有2个篮球场大的狭窄空间里，发出的电是他们与外界最大的联系，其次是墙上的一个时钟。在这里，他们也会交一些特殊的朋友。就是不缺楼，我们在如此深的地下见面，就算是彼此的陪伴。三玉民族那边地下是那个，这里大部分的人都有神经衰弱，有耳鸣啊，有风湿关节疼痛，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这个，只不过程度，有轻有深。每个人都会喂一点嘛，但是待久了相处久了都会有点感情。30年过去了，水电站已累计发电近2亿千瓦时，这天是欧资平刚做完胆结石手术的第5天，他决定下井上班。
一年都发作很多次啊。就是讲现在发作的比较频繁嘛，就下决心就把它就租掉了嘛。尽管今天才是他手术后拆线的日子。现在就拆完了啊，自己要注意那个伤口不要受污染啊，不要用力啊。老婆不在家，你随便弄一把。幺零那一年嘛，就是我的小孩也想到郴州一中去读书嘛，我朋友也邀我到他在郴州开了公司吧，就给的条件和待遇都比较好嘛，就讲你那样子到郴州，你还可以照顾你小孩嘛。最后的时候是小孩走了，到市里去了，我没走成，这个对他们还是有所愧疚了的，就是特别是对我小孩了。因煤矿破产倒闭，欧资平与他的同事们的工资多年未涨，欧资平并不是没有机会离开，更好的机会，更优厚的选择，欧资平都曾面对过。多年来，这家地下水电站始终没有新鲜血液加入，不见上涨的工资，不见天日的工作环境，让人望而却。欧资平和他的同事一共18人，成了地底下的18罗汉。无论寒暑，这座地下核水电站始终在正常运营。如果离开，谁来继承这份工作呢？欧资平担心的是这个，离不开的也是这个。不是，我先出去了啊，你注意观察妻子啊。杨梅山镇上的万家灯火，总能让欧资平看得出神。这些光亮是他坚守的结果，也是他坚守的意义。他不知道谁是普罗米修斯，但他心里有一盏常亮的灯。要不要再留一年？来自四川省大竹县高穴镇大山村小学的王启胜老师，在知了声中响了一整个夏天，仍旧难以决断。大山村小学位于铜锣山，山高路陡，交通不便。10余年来，村中的人口从600多人减少到80多人，适龄的学生最后只剩下5人，老师只剩下王启胜一人。知了喊出了夏天最后一个音，王启胜已经到了退休年纪。王老师离开后怎么办？家长们很着急，孩子们同样舍不得王老师。他都是想不说，再冷他要去，再他热他要去，你说不去他要去。最近就王老师还教啊？他还得教一下他。你找不到啊？他如果是不教啊，都没法的哦，这个人都要走哦。你爸爸说你读书读不得到，你又打工。假如王老师不教，我们的子女不可能停学。我也反复在算那个账。如果说的话，你去学校去高校去读，你要去租房子，专门请人带。一个学期下来，就是说一年的话，一个学年下来至少花18000块钱。现在就是，回家给20块，上来20块，一个弟弟40块钱。就是像我们岁数大大不小的。接送的是硬是成问题，
那个没得法。哎，管到哪一个那个，反正那个学校不能撤，撤那个对我们实在是极大的啥子，可以说损失。开始啊！好的，好的，嗯。王老师，潘医生二舅，我们邀请你嘛，继续嘛，再辛苦两年嘛。把他小学送毕业嘛，这个学生从内心来说是啊，是舍不得。来，正因为这，我就是身体真的不适应，身体可以这样，身体你晓得。王老师再见。再见。王老师再见。再见。同在四川，初到峨眉经典的邓小刚和王启胜一样，也在犹豫，是离开，还是留下。在我的内心来说，我还是觉得有点辛苦，有点尴尬。哎，这儿咋回事啊？咋回事？哎，这叫虎哥哥呢。其实这种工作在，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想象个的哈，我觉得这个葫芦比我的想象呀困难了多。原来嘛是慢慢子的嘛，但是希望都成自然。当时我不是笑得很，我也跟明明告诉我们家里面我父母那些。晓得嘛，都是一样的，我都慢慢子熬过来了，晓得嘛，我都已经15年多了，晓得嘛。这个时候你还是哎，我还是希望，我觉得这两天哈跟我一起干，我觉得你挺好的，晓得嘛。我也希望说哎，可以跟师傅一起继续干下去，晓得嘛。彭文才的劝说让邓小刚暂时放弃了离开的想法，但这个徒弟这个搭档能留多久，彭文才仍然没底，但至少。彭文才已经开始帮助邓小刚克服恐惧，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彭文才坦言，最美的是这里的云，变化万千，天天看似乎都看不腻。他的工作是保证云朵下方每一寸峨眉山都是美丽的。海拔再往上2000米，那里的云朵同样折射着自然与人交相辉映的美丽。西藏纳曲地区聂荣县白熊乡西河村，海拔4700米，这里有一位驻村干部，名叫次仁罗杰。每年5月底到6月底是这里的虫草季节，大部分牧民都会搬到虫草点上挖虫草。孩子们的眼力比成人更敏锐，所以当地学校都会给学生们放虫草架。哎，不过可走的，可弄点种麦的，木种麦，现在大狗，咱弄点种那个，这里嘛的苦瓜嘛，听着，种。不够好嘛，安全点，再半块钱没动。虫草有很高的经济效益，但是作为驻村干部的资人罗杰，更关心的是孩子们上学问题，以及挖虫草对环境的破坏。不紧张，我给你讲说不起去了，你这个来不来钱？这太多了。你讲啊。这走了，唐伯的这里的，加上六百几就过去没。那边的觉得那边储备给采访英雄的六百几做动，从储备采访英雄啊，卡上来，卡上几没动，六百提那个，几没到啊，就这样。他六百将就几了，就这样，成吗？每当虫草季，次仁罗杰会主动上山找到这些孩子们，督促他们回去上学。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公安队伍的次仁罗杰，对教育问题格外重视。等着到了俺当不过去，我来就讲。等到上班的街上呢，可有脏的，可有脏的，从半广场的上半开江门上都就讲，就半电视卡上的了，干没得。六大几也得接着么久喽，但哪个哪个都接你接嘛都。
驻村干部主要工作是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宣传法律、教育，甚至环保，而且要做到去每一户上门工作。这些事情自认罗杰在两年中都很好地完成了，只是在西河村走村入户的难度会高不少，因为这里虽然只有68户人家，但是却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在经历开始的不熟悉之后，现在自认罗杰一天就能跑遍这68户。今天嘎嘎家的男人有事外出，搬家缺少劳力，于是一个电话后，自认罗杰很快赶到。小猪，把包给放下。啊，周姐，周姐，这个卡车天不长嘛，到路口上也不，就算天不的卡了，天。啊，他们就说你不会去唱马路吗？他都进了一路。啊。原来进了。啊，叫身份证，他们到他的。王哥。今天自认罗杰来嘎嘎家搬家，其实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嘎嘎家有7个孩子，但是都没有上户口。哎，好，过来下来呀。这次自认罗杰要过来拿材料，准备去乡里帮孩子们补录户口。刚去的时候，不熟悉，然后多走村入户了解，然后跟他们一块住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吃，挨家挨户到，从3岁以上的小孩到。差不多80多岁的都熟悉，特别熟悉，跟自己亲戚一样，对我特别好。이부부그시차말에응그래가가사지이집에도가사이부모나접셔라가가부모접셔셔가사나도사지리도스가야셔다도가사셔버려가也许将来这些牧民的孩子们不会记得当年帮他们补录户口的驻村干部自认罗杰，但对于自认罗杰来说，他多跑路，牧民就能少跑腿。这样的服务下乡是有意义的。这个双联户和常住人口公开来说弄的，这上面有整个村的所有的成员。因为我之前是做警察工作的，然后想起了挨家挨户要弄一下，差不多1个多月给村民一个一个照相了，公开了，弄完了然后再贴上去的。没有谁会不喜欢这样一个处处为人着想又随叫随到的驻村干部。2年前，自认罗杰作为聂荣县公安主动提出下乡驻村。通常干部驻村都是以2年为期，自认罗杰驻村一去就是3年。你们几天都上石居中，现在动什么？他怎么动？对吧？他们就拿了嘎嘎的机器，扔，就跟你一起扔，你一起。像嘎嘎家这样既不富裕，孩子又没有及时上学的家庭，在西河村有不少。扶贫先扶志，事实上，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经成为全国脱贫攻坚中的重要命题。你们就来了，那就对的，现在唱的，但没唱嘛，缩小了。啊，你要自己是当，当我们一个当。快去弄点东西。啊，东西。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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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无疑需要更多的推力来实现。教育不仅是对一个人的塑造，也是对一种文明乡风的守护。如果村小学的消亡将不可逆转，乡村文化也可能要断裂，这是村民们明白但表达不清的潜台词。哎呀，可是王老师的去留还是没有结果。往前头转，往前头转，王老师，哎，往前头，前前头，往前头转。王老师啊，实际上按身份证联系啊，写要求退休是不是啊？因为那上面呢还有五个娃娃，五个学生，那五个学生呢，应该说他们就是离开不了那个地方的，这那三代哈。这天，县里的学校开了一场大山村小学老师招聘会，为了填补王老师离开后的空缺，类似的会议已经开过好几次，但似乎不太有人愿意去大山村。尽管这次会，留守代表王老师也来了。我真的不适应了，真的身体适应不了了，人是适应。这个说实话，能够考虑的还是会给你尽量考虑，但有点不光是精神上的。他也跟我说了这个话，他说班长只要一名家长，他说嘛不同意走嘛，他那个学校不得成。我那个是嘛，我们家长肯定就是不同意，不希望那个学校成，因为成了毕竟对我们有啥子很大的不便。那么如果是调不来老师的情况下，你又不教那个，那个我不可能让我们自己啥子不那个。不上学嘛？哦，那不上学了，那个问题哪么解决嘛？那个？我曾经跟他说过，也说过的，但是他也曾经说过，他说他有点不同想待了，是啊，主要身体不能行。学生家长很无助，如果没有老师，学校就会被撤掉。有一个老师，就有几个希望。当时我心脏不好，十几年的老病孩。有一次，我晕倒在讲台上，还是娃儿叫人来，把我弄到医院。那是的，但是也几个娃儿还是有情况，真的来讲呢，还是舍不得的。哦，舍不得的。那如果现在那个学校不办，那怎么办？把自己的婆婆去写房子，哪里去写？拿兄弟写。以前那男的来呀？好，第一个男的，就是那个张正去那个院，叫张成去，那个男，妈妈，真行的。有点怕在屋里做活的做多的话，他这个在厂里混着混着还可以赚点钱，上个人读书，那个奔起这个背带的带着写个房子，还要再去给他带上去，还没。肯定。平时的话，一日。三餐早上知道吗？中午晚上基本上做饭，自己做饭，有时候跟工作队一起吃，基本上一个人吃。不管每天奔波有多辛苦，私人罗杰还是回到驻地西河村村委会，总是还有些活。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他一个人，但有时他的一个小兄弟也会来看望他。格朗茨人是斯恩罗杰在村里最早的朋友。格朗茨人家里条件不好，在斯恩罗杰的几次帮助之后，他们成为了兄弟，虽然他们之间相差了17岁。刚开始的话，他的姨母嘛病了，在这边过去，我来没几天，两三天吧，到这边过去看一下。他们家里有三个姐妹，
只有一个孩子，劳动能力也少，他们两个是老年人的，一个是他比较年轻的一点，那成人呢他病了没人照顾，然后到这边过去看一下，刚开始见他的我家的姑娘，然后他的妈妈说他是一个男孩子，他不是非要去跟着妈那陪住院的吗，然后我不让过去，我到村里过来我给你买吃好吃的，然后他哭着哭着哭着，然后就这样交朋友。四人罗杰来到葛朗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查看被雨水冲坏的房子，然后申报给政府。Texas 讲女儿嘞 ，Texas。Texas。哦。Texas 哪家？你们。啊。哪家？你们 Texas 讲不懂的。啊。但是长大后，啊，他的长大后，这边家庭的经济他来负责，然后找个媳妇儿，哈哈，在。再放牦牛，就这些干活。挑起家里的担子是格朗斯人的梦想，但是目前他还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家庭，当然还有次人罗杰这个兄弟。格朗斯人经常说，除了次人罗杰，他还有三个好朋友，这三个好朋友也都是附近的驻村干部。在次人罗杰两年多的驻村工作以来，一直在牧民中间普及教育和环保的重要性，教育的重要性被村民们慢慢的理解并接受，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村民理解的有些困难。这天次人罗杰又出发了，他接到电话，村民因环保发生了矛盾。我在车间为了说收拾个过去的收垃圾桌子，垃圾桌上的过去今年俺就从这个做上了片套的，这收拾从这做了片套的，这垃圾的看上充电杆拉不下来嘛，停了停了，那木头拉不住，看上俺就开看上把了俺就装着车头的，停了一边俺就看上把了装着车送出来，垃圾有人管了家里俺没的，什么垃圾污渍，我过来装。这次纠纷，斯恩罗杰挡在了村民中间，还用手臂挡住了一颗愤怒的石头。对，慢着哦，公公，你看，要知道慢着。到了，到垃圾场，今年的垃圾，集中给脏的去，收拾垃圾，收拾不，天门收拾个门一边给，秋天的呢，他就进不到进垃圾啊，秋天个种地个垃圾的库里头就脏的要么去，垃圾有时没把埋的，有时等你呢把它接动。
刚刚调解完纠纷，次人罗杰就遇到了来看他的格朗次人。因为他听说次人罗杰这次居然负伤了。我手机全部交给他了，放的时候他在玩游戏，要么就跟他亲戚朋友打电话，就这样啊。嗯。从这边到这儿，哇！今天次人罗杰组织了一次西河村全村垃圾清理大会。从次人罗杰来到西河村之后，保护环境的活动成为了村民们的常态。之前的话，环境没不怎么重视他们。我到了这边，他们到处乱扔的那些旧衣服的那些垃圾车，然后，之前的话我们扔的比较多。最后想起来这边的话，需要一个环保的问题，然后我在每个自然村建了个临时的垃圾填埋场，所有村民集中到每个自然村去捡垃圾，然后又回收到临时垃圾填埋站。现在全村都有环保的意识。到这个村子以后，有些地方根本就没通路，我到聂荣兴领主去打报告，然后地区那边打报告。现在修了第四条，修得挺好。来招朋友的招朋友，第二天两个人都在修路，比较好。一边修路，一边环保。四人罗杰来到西河村的两年多，这辆推土机就常住在西河村委会。妈妈可把你记得，可是妈妈。我的老家是日喀则的，然后我们家里有一共有七个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家里共有三个孩子，我是最大的。年龄这有哎，那个多哎，那长长的年，他点不着点年，点不着点的。几个月后，次人罗杰将结束他的驻村生活，但他依旧会关注这里的发展。这里有他的朋友，有他的惦念。坚守扎根在他乡蓝天白云下，奉献在故乡的潺潺流水边，攀爬在峰峦叠嶂的云海中，总有一些人选择坚守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有时候他比奔赴远方更为艰难。
天，大山村小学再次奏响了国歌，升起了国旗。王老师决定延迟一年退休，等候新老师到来。一个老师，五个学生，一所学校，朗朗读书声。同在四川峨眉金顶的邓小刚和彭文才已经成为了一对默契的搭档。彭文才清理了上万公斤垃圾，还曾经救下20名轻生者。每天在空中看故乡的云，他觉得坚守是有意义的。他不知道，正是这份执着感染着邓小刚留下。4号啊，这天，地下水电站的同事打来电话，说工作近30年的一组发电机坏掉了，发电机眼看要退休了。可欧资平和他的同事们却仍旧选择留下，解开难题。这些守在原地的坚持者，不一定是时代的弄潮儿，但他们同样有着忍不住的关怀。一些别样的风景打动了他们，让他们扎根留下。四人罗借摩托车前的绿水青山与教育扶贫，彭文才与邓小刚维护着峨眉山上的清洁与壮美，王启胜老师最终割舍不了的孩子们的笑容，还有欧资平希望一直亮着的万家灯火。一种共通的情感在共融，这就是对一个共同体的爱。到老板吃，哎呀，都说，到老板吃说，他对人家做重要。看你刚的那两斤粘的冻了没？我一下子，那两斤的，我工作没一个都死了。俺老舅这了干啥？他这么脏了，那都死了。第二年那下雪冻的娃子，就俺老舅不知道干啥，他干么脏了，那都死了。风景并不一定在别处，追逐梦想并非要奔赴天涯，坚守信念，守住原点，有时同样美丽。中国梦，无论流动还是坚守，只要一种纯真的信念在流淌，就能守住云开见月明，就能让梦想的旅途熠熠生辉。小时，我一直跟孩子们在一起，所以他们给我很多的温暖，给我希望，给我青春。最好就咱们俩自个，就是享受二人世界。行了，出图了。等我30年以后，真的女儿能不能陪我？